好，我们看下面一篇。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妙音，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题目是《国学制要学习心得报告之三》。青灯群集，丹黄土矣，布衣菜根，鞠躬尽瘁。怀念《国学制要》编者武陵张公文志先生。净公老教授曾说，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想一部书《国学制要》，这是民国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到今年已80年。我晓得有这部书，但未见过。这套书是什么？为什么会想起来？十多年前，我在台湾买了第一套《四库全书会要》，这个分量太大，不是一般人能读得了的。我也没有办法，哪有时间看呢？我就想把书中重要的内容截录下来，编成一本书。没想到古人已经替我做了，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不是用会要，而是用四库全书，依照经史子集，把里面重要的部分截录出来，取名为《国学制要》。《国学制要》的编者武陵张公文志先生是明初国学大师，现在学界称先生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先生在《国学制要》总序中说，《国学制要》总纲七编，通计为每篇约近3000，为字百又余万，其编纂之旨趣略曰：吾国开明最古，学术广博，然其大要载之简册，统于四部。世书分编，即依四部之名，稍加离析，所采诸书，亦皆四部名著，考之公论，百世不朽。老教授说，民国初年，一些国学大师为后世人编了一套叫《国学制要》，他的动机从《群书制要》来的，依照《群书制要》的方法编一套《国学制要》。《群书制要》的制是政治，《国学制要》的制是治学，不一样。这是政治，那是治学，那是做学问。所以那一套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是四库全书的门径，太重要了。没有这一套书，四库从哪里读起？所以《国学制要》是四库的导读，引导你进入四库，非常有价值。大概我手上得的这一套可能是孤本，再也找不到了。我也把它印成10000套，分送给全世界学校图书馆收藏。中国这个东西不会失传，对现在的学生要起作用，还是要注音注解翻成白话文，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老教授说，
圣教虽然有，你无法弃入，你进不了门。进门的方法，难得古人都替我们想到了，我们明了的人要感恩。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那些古大德，今天的话是专家学者，从《四库全书》里头截取精华，编成一本《国学制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门径。你从这部书学起，你对于中国传统几千年的东西，你才有认识，你才会产生感情，你会热爱它，你知道怎样去学习。图一为《国学制要》第二编《史书制要》书影，原上海沪江大学图书馆藏，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的分局文明书局印行。甲，小荷出露的时光。民国人物大词典云，张文志1898-1956，字润之，号立斋，原籍湖南常德。按《国学制要》封面书有先生故里为武陵，武陵是古代地名，在今常德地区。1898年，清光绪24年，生于江西南昌，16岁入江西省立中学，毕业后留校工作2年，后被荐往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国学制要》。1931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前后近30年，对古代典籍涉猎甚广，熟知资料来源之处，有活资料之誉，被书局同仁称为活辞海。曾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部编著高中国文读本、中学国文教师手册、教典四部备要，编著古书修辞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审定教刊《资治通鉴》及张相著《诗词曲与词汇释》等书，为旧版辞海编辑者之一，并与蒋劲福合编《国音学生字典》。1956年6月逝世，年58岁。图二为张公文志先生与宋公文汉先生合编的新编高中国文第一册书影，193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先生的长子张公明仁先生曾著有《张文志先生遗世漫忆》一文，回忆了先生的一生。先生青少年时代勤奋学习，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先生的父亲大人给先生的压岁钱，他去南昌书店买了一部《左绣》及《左传》有批注的本子。那时家中书并不多，他总是节衣缩食地买书，后来书买得不少，他总是在一间厅子的斗室之中，一边在手物物中年。结婚以后也是一早到书房，除吃饭外要到很晚才离书房。先生的父母亲大人常笑着说，我们家里的书呆子。先生在江西省立第二中学4年制读书时，国文教师晏仪、李义卓、王义军对他好评啧啧，老师批语有胸中雪亮，万下风声，有笔有书，不慢不知等等。临川李义卓是佛门一代大德杨仁山居士的学生，著名的哲学家，后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与欧阳靖吴、魏伯华并称江西三杰。南昌王毅为一代国学家，尤其在词曲史与力学方面贡献突出，后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国立中正大学等校，与黄侃、
汪辟疆、柳宜征、王伯航、胡祥东、汪东合称江南七艳。张公文志先生由鉴赏于校长熊纯如、玉玺先生，他是江西有名的教育家，创办新远中学，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奎、伯鸿先生就是他的学生。熊校长曾请张公文志先生到新远中学代课，先生编的《国学制要》亦送过熊校长一部，以《国学制要》的成就。先生编写《国学制要》的时代，欧风输入国学会盟，主笔奴此，炫意勿同，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老教授说，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什么都是外国好，向外国学习，这错了。章太炎先生在当时提醒大众，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势，徒是国学故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是前世唯有汲汲乎？由是可知国学承传之重要。这时先生毕业后被留在母校图书室当了两年图书管理员，后又在家塾和义务女学教书两年。他以搜览子史诗文为己任，有责任感的先生自管理图书后涉猎较广，日常首字抄己，想编一部国学文录，以为后学尽窥国学堂奥之门径，以了解开明最古的中国国学。于是便写信给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述编转经过及愿去沪工作。陆费复书称许，唯以书局暂无适当位置，介绍先生管于其兄贫府家，并云每日教书六小时，晚间及星期例假均可自己读书编书。这样先生就在陆费家教管八年。国学制要就是上述国学文录之屡经修改而脱稿于刻图之余的一部书，八年编撰，十年工程，1930年出版，凡七编八册，百余万字。老教授说，居然有一个人送一套书给我，国学制要，我一翻就是我想的，古人早就做好了，现成的。这套书是很破旧了，在我出生之前做的。我看他的序文，序文是完成之后写的序文，丁卯年，我是那一年出生的。他们已经做了八年的时间完成。民国初年，这些专家学者从《四库经史子集》里面揭露出来，一共八册，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你说老祖宗对后人那种照顾，那种关怀，全心全力的帮助，这不能不感恩。这一套书它叫《国学制要》。老教授说，我们一般人说的成语里头博大精深，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好，我们用这四个字来看《四库全书》博大精深，来看《四库会要》，甚至于看《群书制要》，看国学制要，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说，博大精深，我们这个尊敬的心就生出来。这个尊敬的心就是入门的心，没有尊敬你就入不了门。孔子来教你，释迦佛来教你，你都入不了门。为什么？你自己有障碍，业障太严重，业障消掉就看到你谦虚，
看到你恭敬，自然就露出来了。老教授说，现在有两部书出现了，一部是群书治要，一部是国学治要。这两部书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他们文字的程度是民国初年高中程度，也就是高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就有能力学习。这两样东西是我们对于国学的入门。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实际上这个东西能治家，现在企业用得上，这是一个一切对人对事管理的一套学问。怎样把人管好，怎样把事情管好，这是中国古圣先贤在一切经论里头说明这桩事，也是汇集。国学治要是汇集的，群书治要也是汇集的。诸佛菩萨常常出现在世间，帮助现在人的需要，字字句句都有经典的来源，不是随便说的。今天我们传统文化不被世人重视，我们拼命努力在宣扬，在告诉大家，古人，这古圣先贤，不远100年前把在中国失传1000年的群书治要印出来了，又给我们编了一套国学治要。我认为这些人不是凡人，这些人要不是诸佛菩萨再来，就是古圣先贤再来的，他们来挽救这个劫运，出现于世，把这些东西传下来，让我看到了。我们是全心全力把它翻译流通，流通到全世界，这就不会再失掉了。 B. 述而不作的宗旨。根据张公明仁先生的回忆，国学治要出版后，张公文治先生1931年至1956年期间曾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他努力研求，25年如一日，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先生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为人所称道的主要是认真负责，善于利用工具书。记得他到中华工作第一年，1931年是校对四部备要的三表，即历代统计表、疆域表、严格表。这部书不过十几本，但本身脱落讹误甚多，先生校对了1年多才完工。可能有人认为是小题大做，但即此可见先生工作的一丝不苟。有关的书据说翻阅了几百部。图三为四部备要三表之一的历代统计表疏影，中华书局1989年根据1936年版影印。图四为四部备要三表之一的历代疆域表疏影。图五为四部备要三表之一的历代严格表疏影。先生在中华书局辞海部工作时，常常为了一个词语或典故翻检群书，废寝忘食。有一次找清风两秀初典，后来找到明于谦两句诗，清风两秀朝天去，免得吕岩话短长，算是较早的初典，但还不满足。先生为找五花八门的初典也花了不少时间。当时的词源解释只引书名，没有篇名。辞海为更负责起见，初典均注篇名。这种工作先生做的比较多。先生当时在局中，有人呼为活辞海。金兆子曾称先生为两脚书厨。据先生自言，他记忆并不好，不过有问题认真负责，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他一生对名人生卒用力甚渠，有几年业余时间到商务的韩芬楼图书馆去翻阅别集甚多，成一年同谱一稿，后来感到不理想，
又想编一部历代名人年寿礼字著述表，计划比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礼碑传总表多一倍以上，气味成书。临终前几天还在整理这部稿子，他编的中学国文教师手册1940年中华出版一书内曾编有一种较简的名人生卒礼字著述表，内容不多，但考据甚详和。先生下笔极慎重，普通的几句话也总要打草稿。同事之间，他总是多看人家的优点，并且乐于帮助和推荐别人。先生有一次审查外稿，一部是徐成宇的《诗经学纂要》，他发现徐著来自胡普安的《诗经学》甚多，但他也不抹杀徐的长处，认为徐的组织能力很好，文笔优于胡，结果此书还是出版了。即此可见，先生看问题很少成见，比较全面。张公明仁先生在《古书修辞里重印后记》中写道，先君治学勤谨，不好作泛论，即掌握充分之论据，亦不愿据下结论，常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句以自解，即以修辞学而论。当时杨树达先生之中国修辞学，陈望道先生之修辞学发凡，消行较广，均能独述一致，沾盖后学。先君此书似倾向于杨著，虽取径不广，但能向纵深发展，取材之广博详实，亦能别有所长。诗文推敲之韵事隽语，采直极富。当时广搜文评诗画笔记数百种，如笔记小说大观，从书集成出编，所收说不，浏览殆尽。暗语犹有分寸，有时重说并举，客观叙述，有时略语褒贬，择善而从，有时抄录有关原文，读者一窥真面，有时比较议论，相互启发，更能启迪文思，时具有评论注释二者之长。以此稿附子时，定名一事上与中华编辑所张献之相、金子敦、赵子两先生反复磋商，出名修辞直识，后使用金名。古书修辞例一书约十余万字，所及修辞资料甚多，且多自诗画笔记中搜集，阅读亦饶有兴趣，不但对语文学者有用，而且对一般喜读古典文学者亦会受到欢迎。图六为张公文志先生所编《古书修辞例疏影》，中华书局1996年简体重排重印。丁，布衣菜根的传承。中华编辑所人员资历一般，不如商务，工资也少得多，但网罗不少不求文达、埋首苦干的学者，为先生所佩服。先生自己就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常说的是布衣暖，菜根香，心田广，书味长。抗战时，先生全家逃难到安徽屯溪乡下，四壁萧然，拥孙不济，先生的父母亲大人也相继去世。先生与其长子二人困于上海孤岛，月入纸米不过一担或数斗，全家嗷嗷待哺，情况极为凄惨。1943年秋，先生只得将多年积存的书籍约2000册和户域物品全部卖掉，请假回屯溪，经友人介绍，在建国中学教了2年多书。
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书局工作，在亲王家破丧乱穷愁的境遇中，一个读书人不能说没有一点感伤，但先生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事业放在前面。他在一些感咏诗中写道：马关遗恨在，莫更使人哀，自喜兴亡人有责，敢将身世诉颠连。先生在屯溪教学之余，还即有国学常识文选和修辞略，以为补充教材。前者曾在当地出版，后者是他1937年中华出版的《古书修辞例》改编的。先生对子女严格，但有时教育也很含蓄婉转，尽量做到父子之间不择善。孟子语，张公明仁先生年轻时有次写过几首艳体诗，对一歌女有好感，先生看了诗不批评儿子，后在玻璃板上放了一首他抄自宋朱熹的诗句：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遇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儿子知道这是父亲在间接规劝他。又有一次，张公明仁先生在路费家伴读时怕读英文，先生知而怕困难，曾写过一首诗：父子情深主忘奢，前生飘渺后无涯，知连续续原无意，成败由来在自家。先生注重身教，张公明仁先生在《古书修辞例重印后记》中写道：中华书局近决定重印先君张文志公所编之《古书修辞例》，兄四人中余年居长，是公与超虚之事，往事历历不能无言。以先君此书作于抗日战争前一年，时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任职，以业余为之，辑录资料皆用自印之小稿纸，略如卡片，分六大类，二三年间积稿数尺。于时读书于沪西之大夏大学，每来复一归，入夜父子对坐一案，青灯相伴，实见先君口吟手批，丹黄涂以，乐此而不疲。盖先君时在中年，精力尚旺，工作每至夜深，当时情景仿佛如昨，不觉已半世纪矣。因先生深感索引对读书人深有作用，曾组织家庭人员编《庄子索引》一书，此稿后交予世界书局，因抗战未及出版，手稿丢失，足成憾事。先生又指导张公明仁先生编过一本《四朝血案人名索引》，这何尝不是一种父子之间的承传呢？图七为张公明仁先生《四朝血案人名索引》书影，世界书局印行。先生在路费家交管时也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张公明仁先生的回忆，先生给路费铎取字事实，意味他不踏实。老二路费征字世宜，因他喜欢闹情绪。老三路费坤字世末，因他好闹不沉静。老四路费瑞字世达，因他有时有杠劲，希望他通达人情。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师生之间的承传呢？五，鞠躬尽瘁的精神。先生一生不拘名，不拘躬，
喜称人善，不求闻达。他常谈起中华编辑所同仁踏实钻研的作风，中华书局像一所造就人才的工厂，在这里得以遍读群书，扩大视野，受到锻炼。他在1955年5月的自传中写道，吾在书局20余年，先后成张献之、金子敦、朱文熟、姚少华、杨富耀朱先生之指导鼓励，在教科部编著中学国文课本，在古书部分教四部备要，在词典部修改词海单字及旧词稿，在图书馆审查旧书内容及版本。1954年5月，书局改为公司合营后，在上海办事处编辑科审定重印之文史古籍。每当工作之时，常觉学问之事广博深微，而无所知所能极有限，且惭且惧。窃以为人，财力有大小，体质有强弱，由器用不同，各有所适。他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去完成人民交给的古籍整理任务。他一生转籍专著数十种，据张公明仁先生回忆，已出版的有《国学制要》《高中国文读本》《与宋文翰合编》《初中国文注释》《函授学校初中国文读本》《中学国文教师手册》《古书修辞例》《文字源流》《函授讲义》《国学常识文选》，以及参加了辞海、中外人民大辞典、学生国音字典等的部分编辑工作，发表过转注假借说、上授考、载智言杂志等文章和一些诗词。未出版的有《颐年同谱》《修斋诗文稿》《读书百喻》《唐人轶事》《十八家诗抄简编》《小学诗选》等。已完成散诗的有《庄子索引》《古今名人作文法》等。参加整理的古籍、审读过的书稿就更多了，述而不作，尤多苦心。先生有心脏病，医师董成朗说他二尖瓣狭窄，可能冠状动脉硬化。当时先生半天工作，他曾口沾数语遣怀，衰病无能为力，工作只堪半日，三餐一宿残年，儿孙各自报国。先生奋老病之残躯时，依旧不忘教导儿孙报国，教导着我们后人。先生在审教《资治通鉴》的工作中，于1956年初心脏病突发去世。去世后，人们从他口袋里找出许多纸条，都是审教《资治通鉴》中提出的疑点，准备找张锡琛先生商量的。他竭尽心力，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留下许多断简残编、来不及完成的书稿。先生一生勤勉，鞠躬尽瘁，数十年勤勤恳恳地从事文史整理工作，生前并无赫赫之名，在中华书局也只是平凡的一员编辑工作者，但从他的点滴仪式中，特别是对专业的踏实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有不少是可做我们后辈的楷模。一结语，再过数月已然2016，先生走了整整60个年头了，亦为我们留下编就的无价之宝《国学制要》85载矣。我们要走的中华传统文化伟大的复兴之路还很长很长。泰山坏虎，梁祝摧乎，哲人伟乎，
国学制药大矣哉。呜呼，吾等不孝，愧不知先正生卒之日，埋骨何方，后人何处，余故非其弟子，然每展读国学制药时，泪湿衣襟，想见其为人，虽不能至，心亦向往之。师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泫然亦有风目之痛矣。时岁次已为7月30日，大愿地藏王菩萨圣诞，后学草成此篇，以为先生之灵。以上是惭愧弟子妙音学习国学制药的心得报告。仰望各位古圣先贤，弟子战战兢兢，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原则，将师父上人的法语和张公太严先生、张公明仁先生等诸先生的金玉之言汇集并编辑一处，报告至此，祈请师父上人教诲。若有汇集编辑的不妥之处，恭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正。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妙音顶礼敬诚。这一篇文章写得很好，让我们对于国学之要之编辑了解更深入，感情会更深。啊，这是一部研究国学不能缺少的一部导读，啊，也就是入四库之门。四库是一部大书，谁能在一生当中把它看完？啊，每天看12个小时，100年可能还看不完。啊，那么这是乾隆皇帝的伟大事业，啊，替国家民族做了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将图书认真用心整理出来，啊，编成这么大的丛书，这是古圣先贤累积的智慧。理念，啊，方法，修学的效果与经验，人生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啊，这么大的书从哪里读起？从什么地方入门？早年我常想着问题，啊，很难得，老前辈为后人都已经做出来了。啊，只要我们肯学，肯学也不容易。
为什么？我们这一生多半的时间生活在战乱，生活在这个时代，工作很辛苦，生活很不容易，哪有时间去读书？人到中年以后，体力衰了，记忆力也衰退了，我们期望的是下一代这是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如何帮助下一代解决他好学读书的这些困难我们做好护法的工作，让他衣食住行没有忧虑，社会安定，安心在一个宁静的地方好好去读书。这些年我们想着要办个汉学院，目的就在此老一辈的专家学者都凋零问题呢？谁在教？不仅没有人教，能行吗？是能行，困难很多，要真正发现，要有使命感，真正挑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种无比伟大的精神，能做到那就是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放下身心世界，用真诚心、亲近心、恭敬心去读。无论是读经、读诗、读文，都有效果。这是古人教导我们的。真正遇不到老师，你就熟念。念一千遍，不求解义。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有念漏掉，每天读书十个小时，读上千遍，第一个阶段看看自己有没有悟出，
有些人一千遍念着之后，意思懂了。读的时候不要求解义，不求，就是老实念，把自己的妄想念掉，杂念念掉，烦恼习气念掉，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就会开悟。自见就是开悟。啊，这桩事情佛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会开悟？因为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慧能大师大彻大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五句话说明他的悟处，他悟了什么。当中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个啊。如来是究竟的佛果，跟究竟佛果有同样的智慧，同样的德能，同样的相好，样样具足，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是自性的本有的。念书能念得出来吗？能。为什么？念书是修禅定，是把那些烦恼障碍念掉啊。烦恼障碍真的念掉了，见思烦恼念掉了，尘沙烦恼念掉了，无明烦恼念掉了，就成佛了啊。用这个方法就定了啊。破见思，小成就啊，等于阿罗汉果啊。换一句话说，像阿罗汉那样的智慧定功现前了，用这个方法得到啊。尘沙烦恼念掉了，地位跟菩萨相等，大悟啊，声闻小悟啊，菩萨大悟啊，啊，再进一步，锲而不舍。啊，三千遍、四千遍、五千遍，我们看到古人永明延寿大师念《法华经》13000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见性之后呢，什么都知道，事出世间法。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你不知道的，你全知道了，完全在功夫用得深呐。只要我们肯干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啊。所以读经不能想他的意思，
想他的意思是什么？错了，你在打妄想。我读经目的在哪里？目的是把妄想念掉。啊，读书再生妄想就错了。啊，那是什么？那是求知识了，智慧没有了。这个必须要辨别清楚，不能搞错啊。啊，那么有念过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行不行？行。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也开悟，小悟、大悟、彻悟，他都得到。他用什么？一句佛号，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这个佛号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中断，没有丢失。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念到只有阿弥陀佛，其他念头通通没有了，就得三昧了。啊，这叫念佛三昧。啊，三昧上中下三等三品。啊，小悟对于这个世间管用。世间不悟啊，都是迷惑颠倒啊，你这个小悟就很管用啊。一千遍没开悟，再一千遍啊，不开悟再一千遍一部书，不要多。为什么转呢？一门深入，不能同时学很多。啊，你说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如果再叫他念观音菩萨，再叫他念地藏菩萨，啊，佛菩萨他通的他就不行了，他就开不了悟。变成什么？变成修复。修定跟修复不一样。定能开慧，复开不了慧。啊，复是来生人天福报。不一样。啊，能够有老师恭恭敬敬跟老师学习，没有老师就用古圣先贤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真有成就的人。啊，在我们面前有一位同修，就念一部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念了六年。三千遍啊，他告诉我，没有老师教啊，没人讲啊。他念满一千遍，看古人也有今人，大乘起心论的注解啊，他能看出哪些他注得很对。哪些他住的有问题？哎，他有能力辨别，再念一千遍，看得更深，看得更广。啊，一千遍比一千遍殊胜，小悟、大悟、大彻大悟，
啊，还有个刘居士读《无量寿经》读了20年了，你说他读了多少遍？读了20年啊，一天读多长多长时间？10个小时啊，初读不熟嘛，大概读一遍要2个小时，半年之后念一遍1个小时，2年以后念得很熟了，熟透了，念一遍半个小时啊，但是不管那个时候不管变数，要管10个小时。如果是半个小时念一遍，10个小时20遍。心多么清净，极尽之乐他得到了，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啊，事出世间事什么都明了，他能不往生？保证往生啊。这不能不知道。一定要懂。啊，所以想成就，真正想成圣成贤啊，成菩萨成佛不难，无私可以自通，你要相信这句话啊。当然环境是先决条件啊，这就是要护持啊，护法的人重要。佛经上讲护法的功德很大了，你能护持一个人大彻大悟，你能不往生肯定往生了，大彻大悟人感恩你，到你临命终时他要请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啊，所以护法的功德比弘法大，比弘法深广。啊，弘法的人没有好的护法，他没有办法。好像讲经讲得很好，没地方讲。啊，教得很好，没学校聘请你，你无法发挥呀。啊，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护持的功德，那是护持，是佛菩萨做的事情，不是凡夫。啊，人才都从出出来的。啊，我们今天这个路走到终点了。终点之后我们身体还在，那就完全做护法工作啊，希望把年轻有志的年轻人啊，真正发现虚佛慧命啊，弘护利生，我们全心全力协助
啊，寻求读书修道的清净环境来供养大家。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我们感谢国学之要编辑这部书的张文之先生。啊，我们心目当中想了多少年，他已经完成了。啊，这个书我不知道。啊，过这个群书之要我知道。啊，过学之要到大家把这个本子寄给我，我才看到的。一展开就是我心目当中天天在念的，天天在想的。啊，也是感应看到啊，很难得，书是很旧很破了，但是字没有破坏，字很完整啊，所以赶快就印了一万套啊，这个不会流失啊。张先生他著作很多，值得参考学习的不少，我们慢慢来找啊，要找到原版，民国这个年间的原版，就是没有改成简体字，我们找这个版本啊，尽量去搜求。这些好书我们都不到翻译流通啊，他一生不要名闻利养，我们也不要名闻利养啊，我们只要有好书让年轻人有机会通通能读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希望十年之后有一篇能够讲，能够解释清楚的一批诗词，正是办学校，正是招学生的传授啊，这是我们向往的目标。好，今天就学到此地。